喂 ，Hello， 大家好啊！今日同大家讲单新闻啦。咁呢单新闻就发生喺日本嘅，其实谂啊，即系日本咧，即系不停都会举办一啲卡牌嘅比赛啦。即系除咗游戏之外，咁最近就有只卡牌游戏叫游戏王 OCG。咁啊，简单啲嚟讲，即系游戏王啦。咁啊，事完咧就有个即系著名嘅一个，应该我唔知系 YouTuber 啊定系网友咧，佢嘅名字叫Masa Yuganai。系啦，咁我见到佢有 YouTube 频道啦，咁但系佢就应该喺推特嗰度发文啦，佢就话啦，佢话见到喺一场游戏王 OCG 嘅活动中咧，有一个女性参赛者，咁佢就应该系初学者嚟，因为睇佢啲牌组嗰啲，咁啊佢之前都有玩过游戏王，即系 Master 咁样啦，咁佢就话啦，佢话用佢啊现场用嘅牌组系游戏王5D 啊，其实我唔知啊，呢啲基本我唔识嘅 ，OK， 咁总之咧，佢意思就话呢个女性初系一个初学者嚟，应该，咁佢就话啦，咁啊游戏王咧本身就即系女性玩家都唔多，嚟自啲男仔嘅，咁有一两个女仔就应该好矜贵咁样啦。咁啊！但系咧呢一个网友啊，即系呢个 Masa Yuganai， 佢就发现呢个女初学者咧，唔知系咪因为个牌组唔够劲啦，同埋佢就唔系太熟嗰个玩法，咁啊就话咧冇几耐咧就输咗，咁啊并且佢见到呢个女仔咧就离场啊，系啦，咁于是乎呢个网友就心谂啦。佢就话即系发文表示希望咧，你唔好因为咁样而讨厌游戏王。咁佢并表示喺文章咧就强调啊，如果各位男性玩家咧就应该要即系善待一啲女仔啦，因为女仔已经少噶啦喺游戏王个世界。咁希望大家即系就唔好杀得咁劲嘅意思啊，即系留翻啲力。咁啊，估唔到咧就呢单嘢出咗嚟之后咧。咁啊，好快網上有一個女網友啦，諗下佢個名咧，嗱，我想問下大家，呢、這個字係讀個 yen 字定讀個，你會點讀啊？我想問下嗱，我自己好老實講，我由細到大咧讀呢個字讀 yen 嘅，即係日 yen 啊嘛，即係咁啊 yen 香啊係嘛，係嘛，即係咁啊，但係呢個字咧，我上網查過，其實好似係冇呢個漢字啊，我就咁睇，係啦。即系我查到呢个字，应该因为佢嗰个其实系一个，大家知道日文咧有啲叫变体字嘅，其实系啊，即系有啲字系汉字冇嘅，唔系即系冇中文，但系佢有汉字。例如一个车站嗰个字咧，咪马字边有个尺嘅，我唔知道你点读啦。日文嚟讲就 eki 啊嘛，嗱中文我真系唔识读。我会读个我即系我会读个尺字嘅，其实即系有边读边啊嘛，啱啱先？咁呢个字咧，嗱呢个字一般嚟讲系我哋讲日元嗰个元啦，我哋叫 yen 系啦。其实实际上咧都唔系读 yen 嘅，系读 n 嘅。呢、這个点解会读到 yen 咧？系因为以前嗰个年代咧，即系嗰啲美国佬定嗰啲唔知英国佬啦 ，OK， 佢读错咗，系啊，佢哋真系嗰个解释上系佢哋读错咗，读个 yen， 即系 yen。实际上咧呢、這个字系读 n 嘅 ，OK，n。yen 啊啫，咁啊，但系即系读错咁多年咧，结果而家个个读 yen yen yen， 咁我哋唔好讨论呢个问题啦。呢、這个字咧，其实我都系读翻 yen 香啦，其实应该读元香都 OK 嘅，我自己觉得佢系假系元字嘅，即系喺个中文解释嚟讲呢个，大家记得《幽游白书》咧，乱舞有一招叫咩 yen 华元舞阵嘅咩，我唔记得咗咩 yen 咩，我唔记得个叫都系有呢个字嘅 ，OK 系啦。咁总之呢个字我哋唔好讨论太多啦，我读翻 yen 香。咁呢個 yen 香咧就表示啦，佢就話睇翻即係嗰個頭先有個網友啦，嗰、那個發文似乎係講緊佢自己，因為佢話睇翻啲牌組啊等等咧，都係自己參加比賽用嘅。咁佢就話啦，佢就話呢篇文章咧，佢講得好直接，佢話佢離開唔係因為佢話咩受唔住啊，而係話現場太臭啊，真係成陣汗味啊，佢話忍受唔到啦。咁佢就话佢如佢冇因为输咗比赛而难过啊，亦都即係佢亦都冇话因为唔鍾意游戏王。咁呢篇嘢一出之后呢，好多玩家都表示就即係又系，因为其实呢啲咁嘅卡牌玩家唔冲凉啊有臭味呢，其实唔系第一单㗎啦。咁之前呢外国呢都已经有一个举办方就表示佢哋以后唔再举办呢啲我唔记得游戏王定咩卡牌比赛。佢就话原因系咩呢，就是、因为太臭啦。系啊，太臭啦！其实我睇到啲新闻嘅时候咧，之前睇到有冇咁夸张啊？即系可以有几臭咧？其实系啊，即系佢话，因为嗰个举办方就话，因为已经同啲选手讲咗好多次，但系佢哋屡劝不改，即系都系仍然系一阵臭味，即系搞到个场臭气熏天咁样，咁啊决定唔再举办。咁啊，其实咧，啲好多呢啲咁嘅新闻就话，即系呢啲玩卡牌嘅玩家好臭。
咁啊，我自己本身冇玩开啦 ，OK。系啦，咁啊，但系实际上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呢？其实系特登嘅，我想讲，真系有啲咁嘅人。因为咧，其实咧唔单止啊，系啦，唔单止系卡牌嘅玩家先会抽啦。其实咧，就算系一啲游戏比赛都有，即系包括系任天堂嘅 Switch 嘅明星大乱斗比赛咧。咁啊，有啲人咧就特登利用呢、這、一个即系严重嘅体臭，系啊，逼到对方唔集中或者甚至退出嘅，系啊，即系你谂啊，坐喺你隔篱嗰条友臭捻到，嗱，即系有啲臭味咧，我想讲真嘅，系会影响到人类嘅神经嘅，我觉得，即系例如我举一个最简单嚟，猫砂，啲猫屎嘅臭味咧，同埋猫尿嘅臭味咧，我自己觉得系一种神经嘅毒气嚟。好难定嘅，你系好难想象就咁得意嘅猫猫咧，系屙嗰啲尿系可以臭到咧，你即系如果你长期闻到嗰阵味咧，你个人系会癫嘅，我想讲系啊，真系会嘅。咁啊，至于你话人类嘅臭味去到边个地步咧，我自己嗱，好彩啦，我自己只能有讲，我自己本身个人系冇乜体，基本唔好话冇乜体味，我觉得自己基本上冇体味。咁当然系因为我自己闻唔到啦，可能 OK。咁啊，但系即系你可以过嚟问下，就算我系唔冲凉好耐，系啦，我条底裤冇换成个礼拜咧，其实都冇乜人闻到，因为你条底裤出边仲会着条裤啊嘛，你会遮住啊嘛，系咪先？啊，好少人，我即系可能我有啲汗，有少啲汗臭味，咁其实系件衫问题啦 ，OK。咁但系就算汗臭味咧，应该都系宿，即系嗰啲宿味咧。其实就唔会，应该就未去到话去到神经毒气嘅 level 嘅。但系臭狐呢样嘢咧，我真系好反感。系啊，我真系因为以前读书又好啊，做嘢又好咧，都遇过有啲人有臭狐。嗱，臭狐呢样嘢其实就真系，你话有冇得医咧？其实都有嘅，即系而家啲科技先进，可以用激光整走嗰啲汗腺，即系直情整死佢啊。OK， 但如果唔系一般嚟讲就冇得医嘅，基本上喺医学上嚟讲，真系，但最攞命咧，臭狐，即系臭狐真系好捻难顶嘅，即系有时搭地铁咧，讲真，我唔知大家点睇，我真系，你话歧视都好啦，我真系唔可以呃自己嘅感觉。我闻到臭狐咧，我真系会个人会好愤怒，好想揼鸠佢啊，好捻臭。好撚臭，加上佢哋仲要噴埋曬啲香水咧，即係兩種化學作用，嗰陣味真係正到爆炸係啦。咁但我相信咧，即係頭先所講，包括任天堂嗰啲比賽或者係遊戲嗰啲比賽咧，其實我相信應該唔係咁簡單嘅嗰陣味，係啊，即係點講咧？我例如即係有啲簡單啲，譬如你落雨啊。即系你着鞋唔着袜，我教大家整几招系好容易整到臭味。你着鞋唔着袜，然后你湿住只脚，跟然后咧你噏开噏一日或者半日之后咧，然后你除咗只鞋之后，哇！跟住你嗰只脚嗰阵味咧，我同你讲，真系好似死老鼠咁。你话你又知嗰阵味系死老鼠？你问过我冇？系啦，我冇闻过死老鼠，但我会觉得嗰阵味应该系死老鼠，即系味觉嘅嘢，我唔知点形容。我你闻过你就知啦。咁啊，跟住有啲人可能就。加上去特登流汗啊，唔洗衫啊，又缩又臭又压，系啦，可能就总之其他啲怪味啦，系啊，真系。咁但我又好奇怪，系咪真系会有啲咁？我想话大家玩卡，不过其实香港好少会话发生呢啲事，因为你好少呢啲咁嘅大型比赛咧。加上我唔排除真系有人系咁冇品啦。但其实咧，基本上你任天堂同埋。有啲相關單位咧就已經立咗一條例嘅，就係話主辦方咧係有權啊將嗰啲唔清潔嘅人踢走。嗱，雖然佢嗰條線就唔知點樣界定係為之唔清潔啦，但係即係呢樣嘢係令到有啲人係唔可以用呢一個體臭咧係啦去騷擾對手嘅。啊，即係可以直接踢走佢。咁有啲人就話：哇，咁即係逼人哋好搞笑！你網上有啲留言話咩？逼人即係你參加比賽都要逼人哋沖涼，有冇搞錯？跟住有啲人話屌佢咯，喂，沖涼都要人哋逼㗎？你原來嚇呢啲咁呢啲基本上基本嘅嘢嚟嘅啫。就算你唔係每日沖涼，你起碼都隔日或者係總之一兩日你點沖一次啦，係嘛？特別夏天你好難沖嘅，我覺得就啱唔啱先？係嘛？即係沖涼都可以，即係其實呢啲咁基本嘅嘢，即係話唔通。喂，咁唔通要你刷牙，你又话人哋逼你咩？系咪先？总之呢啲好，即系欢迎啊，欢迎有玩开卡 game 嘅玩家，你有冇遇到呢啲情况啦 ？OK， 咁啊，同埋提起体臭咧，我想讲咧，我哋香港都有个圣地，系啊，新兴嘅都系，就系呢个旺角信和。
大家知道旺角信和呢，其实好似是上年的夏天开始个冷气就坏了。咁去到近日呢，估唔到是差不多是成年的啦，已经是。即是嚟到差不多夏，即是已经而家开始转季啊，大家知道。加上回南啊，又湿啊，又热呢。有啲人话喂，堂堂信和呢都好老实讲，信和虽然唔系啲咩新型嘅商场，但佢都系香港都算是一个非常旺同埋即系有人气嘅一个地方。即系一个咁嘅地方，点解可以个冷气话一成年都仲未整到嘅呢？咁其实众说纷纭啦。咁有啲人就话，即系啲商户就话，其实佢系换紧个冷气，佢系成等换嘅。但佢话系由上边写字楼开始换起。咁其实我好白痴啦呢个讲法。喂，大佬，即系你其实最多人嘅地方系下底商场。我相信以个租金计咧，其实你一层嘅商场应该系比你肯定唔系应该系肯定比一层嘅写字楼嘅租金贵。即系无论系各方面嘅考量啊，其实你点都系要整咗商，即系楼下几层先挂断股。咁有啲人就唔系咁讲，有一个讲法就系话，其实因为佢话系整冷气咧，要嗰啲商户嘅业主夹钱。咁佢就话有啲人唔肯夹，所以就大家摆烂啊，系啊，唔好整咯，你唔夹咪一齐唔好整咯。结果个冷气真系成年都未整好。我谂啊，有啲即系网上谣传，就话咩有人臭到呕，不过睇过好似系。即是訪問過有關的商户後就話冇嘅，冇呢咁嘅事。但係我上連登睇咧，都有啲人話係真係好撚臭，特別係三樓同埋二樓格仔鋪嘅轉角位。嗱咁啊，今日我就同大家講樣嘢啦。如果呢條片多過500 like， 我就揾日係啊，即係呢幾日內啦，係啦，即係我就揾日嘅晏晝啊，即係3-4 左右啦。OK， 即係最熱。最旺嘅啦，即系你唔好话11冇人行嗰啲啦 ，OK， 我揾晏昼咁样去，我同大家做个直播，即系睇下，即系嗱，我人其实不过人都唔准，因为我人系比较大汗，同埋我自己比较热嘅，好容易，咁但系我又想睇系咪真系咁卵臭，有啲人话除咗即系焗之外咧，成个汗臭味有咩臭汗剂啊啲，我又想睇下冇咁夸，因为其实我真系好耐冇行过信和啦。即系先唔好讲，我半年做嘅话冇去过啦。OK， 我对上去真系唔记得几时啦。因为其实我去信和都冇乜嘢买嘅，我又唔会买啲小说啊，又唔会买玩具咁样。其实我啊好想行信和，好想搵啲嘢买下，但系我真系买唔到嘢。讲真系啦，即系我又唔玩啲 figure， 唔玩嗰啲成系啦。但系唔紧要，总之即系我就想睇下传闻中嘅臭汗剂系咪真系咁劲？呢条片其实500 like 咧，我想讲咧一般。又唔係太難嘅啲片係啦，平均都300+嘅啦，我啲 like 其實講真，咁總之有500 like 我就去啦 ，OK 好嘛？咁同埋講起臭味，我都諗起龍珠啊！細個嘅時候咧，即係龍珠天下第一武鬥會咧，即係我唔知你叫無限定叫小林啦，定係黑林啦，好多名嘅。咁啊，無限咧，即係細個嘅時候咪有個對手係用臭味嘅，即係咩格拉底啊嗰啲咧，係啦，我好記得。我當時覺得呢套漫畫嘅創意真係好勁嘅，即係龍珠點解咧？即系由头到尾咧，即系无限咧，都系臭到系揞住个鼻顶唔顺，跟住最后咧，孙悟空话：无限你冇鼻噶，其实系啦，跟住去到即系好，即系明白，即系无限当场即刻系我冇鼻，根本都闻唔到嘢。即系我就觉得佢呢个手法咧非常之有创意，佢又唔系话打破第四面墙，佢即系佢个创意系在于咧，其实你会觉得好滑稽得嚟，佢又觉得好好笑。啊！即系以前嘅龙珠又好有呢啲创意啊，自己觉得呢套嘢咁啊，我就谂起呢个臭，即系臭用臭嘅做对手就系咁咯，系啦。咁啊，今日条片就嚟到先啦，我哋就下次见，拜拜。